们下午就已经来这边等候了，对不对？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。橘高校の皆様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谢谢橘高校的同学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看到非常的感动，热泪盈眶呢？真的是台日友好的再度见证，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台湾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派奖活动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大家，今天来到了西门红楼。往里面一点哦，往里面一点。